咁作為一個運動員咧，自己係追求更高、更快、更強啦。 香港有好多國際嘅比賽喺度舉行過，七人欖球比賽啦，單車嘅話就有華南中國海單車賽啦，羽毛球公開賽啊，高爾夫球公開賽啊，壁球公開賽啊，當然唔少得嘅就係香港馬拉松啦。 香港係體育城市之都，我哋一齊投入，一齊興奮啦！